敲松了之后，你的植物比较好取出来，然后因为一个这边的刺比较有刺的，你要把它夹出来。那我就真的没事选这么刺的。或者我帮你拿出来也可以。没有老师，我可以。真的。交给我。哎呦，舒服。真的。等一下啊。好了，哦，不对，我已经收走了，没错。你其实可以夹它，因为它很硬。那你去摆一下，去调整一下那个位置。如果你觉得太矮，下面再垫一些土。你可以不一定要在至中，对，不一定要至中，可以后面一点，或左后斜后都可以。好的。真的用那个啊？你说夹子是？我被它吃过很多次。这个好硬哎，这个真的，你看它的超硬的。我把它用高，这样其实已经到顶了。对，这样子它底下的土球不要露出来就可以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可以可以，然后你就剩下的空间，你再去看要做哪些搭配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我自作好了。好，那你现在看起来你的土球已经有点露出来，所以你把下面的土再剥掉，种它一点点。好好。对，我们。哦，这是小皮波啊。没错，土球不要让它露出来。然后待会种的时候土也不要填得太满，因为我们表面会再铺一层铺面的化妆沙。要留好那个空间，这真的太刺。下面也可以稍微把它剥掉一点，好有意思。然后就是去从你们刚刚挑选的再去做小的，对小的，然后颜色要鲜明。我来一个这个，嘿嘿。然后注意你的哪一面是正面啊？哦，还有正面。对，有些花盆会有分正面，比如说它就是有。我觉得我这个筋骨就整个就是一坨刺，也没有什么正面。好，可以。对，因为植物也是有它的角度。它的这个是有角度，没错。不错哎。有。它很细心哦。我也很想细心，但我是一直不敢靠近它。啊，那我这个你那个是熊掌进不去啦，这怎么进去？三不容二虎。不，算，没关系，我用史瑞克。好，可以，史瑞克。史瑞克很棒哎，其实我的瑞克应该有机会。因为你的筋骨真实在是有点大，我建议啊，它往旁边，往旁边一点种。好，大概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 ？Good。OK。So good。可以。好险我没拿筋骨，不然我这个又小，我就一定。其实这样蛮看起来蛮可爱的，这样还不错。很难，其实我就是简简单单两个这样。可以。筋骨瑞克，名字都取好了。筋骨瑞克听起来不错。但还是要有点小的。主盆真的需要耐心，需要慢慢来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小心。OK， 好啊，有受伤吗？稍微。必须要说啊，其实 ，OK， 再去。我们要栽的地，栽种的地方跟这里走路大概2分钟。要用这个吗？可以，要。我的概念就是感觉就搬一搬就好了，但他们就是真的很保护这些植物，所以都把它们包得很完美。好，要走了，我们上车了。好，那个要扶着。OK， 好，待会见。Go， 发喽。Mama, don't you cry for me. No, don't you moan. You and I both, baby, knew I was bound to roam. 到了。我们要下车了，小心！哎呀，我看一下上面，听说有血。有，来有啊！你看那一只有没有红红的？那只在哪？哦，这边啊，有啊，有点红红，有一点微微的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一样。像是那个抱枕，好，1、2、3，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要脱盆子了。一开始很多次的时候，我们直接脱盆的话，把它拆了，抱枕都拆掉，你就很难种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先要连着抱枕呢，先把它拆下来。好 ，OK。先把这抱枕拆下来。好，这怎么拆呢？盆栽移下来吗？等一下，从上面哈抓着抱枕，是，来两个人来抱着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。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把这个抱起来，对，抱起来，小心有刺，那边有刺，哎，这摸到刺这里，啊，难怪，拿下面一点，你拿下来低一点，不知道要怎么动它。好，1、2、3，起来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敲底下，敲两下，上面的那边，我来，我老板给你指导一下，对，答对了，哎，好，起来了，哎 ，OK，
下去。好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因为我们的植物啊，每一个方向都不一样，漂亮程度不同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哪边的比较漂亮。所以说把它拆开来，不要全拆。好，看到一个头就好了。好。这个角度，手不用放，手放掉了，泥土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好放，你放了看一下，好，那不够那要靠上边一点点，压下面，回去压上面，来，压下面，这边，对，脚趾一踩就够了。好，这边踩一下，哦，对，哦。OK， 那重仙院长也有这么多小配博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颗。只要轻轻摸过去，滑过去有感觉，代表是有；没有的话就是没有。等一下，轻轻的，来，等一下啊。没有。对，我应该是没有，我刚把它拔掉了。对，要越轻越好。我两年再回来，就一个手上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大哥随身携带一个小镊，有没有？一天到晚被刺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米老鼠来了。我要横的那个。哦，你的这个。Thank you。对，这个叫做左手香。左手香。有点淡淡的薄荷的香味。这个左手香跟那个豆秋胖，我们就是豆秋胖一样。豆秋胖，老师这样就是反面，这个就是正面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它哪一面是正面？就是正面。霸气，相当霸气，就它了。对。觉得好像太矮吗？不是。可以。不够亮。好，你要亮一点的吗？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亮一点的东西？哎，这个你刚刚挑的这个是吗？是你挑的吗？哎，对，这是我挑的。对对对，这个你就把它摆上去就很亮。小黄。好。哎，这样不错。蛮棒的。我觉得你这个史瑞克啊，就是再矮一点点会比较好。好的。我们把它下面再做一下调整。好的。好，那就是这边有缝隙，好看到，好的，就再把土填一填，没问题，这样植物才不会晃。那边我就觉得你这个太满，你说要断舍离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年轻，这是风格不一样，不要这边是比较简约型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丰富一点哈。我再帮你，疯狂了，对，补一点土。这汤、哦、对汤匙的顶的地方也可以拿，对，我也可以用这个补缝隙，可以。我女儿才会这样玩，真的吗？对，不好意思哦，小朋友都很爱这样。那你女儿有没有很喜欢？他们每次只要就是放假来这边陪我工作，他就会说：“啊，妈妈，我也要玩主盆，我也要去挑花。”那多好啊，又喜欢，从小就很耳濡目染。哎呦，好难用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帮你调整一下，帮你弄稳一点。真的，其实哦，你只要随便选你喜欢的。然后把颜色搭配好，怎么放进去都可爱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来一点，好，再半个钟，好近哦，再半个钟头，再转一点，是不是？来，1、2、3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，好吗？完美的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好啊，帮你扶吗？好，对，这样子就好，对，好，铲子，小铲子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也可以再。包的时候小心，然后运送的时候小心，放下去的时候调好位置，一次到位就最好。
一直瞧来瞧去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把植物弄受伤。移植真的要小心，像这里就不小心把它用断了。对，那这里也有一个。植物，你这好大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上面就有白白的东西了。这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乳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会流乳汁的，它大部分很多是大戟科的 Euphorbia， 是从非洲来的。非洲那一边。对。那这种的就绝对不能吃，有毒。它看起来像椰汁，好像很好像不错的味道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吃了一下你就知道舌头会麻痹的，对，就是它会让你麻麻的。所以它的毒对人是会做什么？它没有到说吃到了会死掉，会死还没有不致命，对对对。但是说你碰到眼睛就会刺痛辣辣的，然后碰到你的身体的话，吃到的话会觉得麻麻的。那这个症状会维持多久？大概一天。你今天摸完洗完手以后再摸眼睛都还是会刺痛的。真的？对。那有办法，如果真的中了，有没有什么解药可以用？碰到以后洗完手，那让它久一点点，不要去摸那个很脆弱的地方就好了。它明天就会没有了，就会残留的就不见了。我们刚刚种到这一颗就是从大戟科，从非洲来的春风，春天的山峰一样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外面。山峰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是绿色的，对对对对，很诗情画意的名字。旁边我们刚刚种到这一种的，这个是它就是典型的，拦住，对，大家拦住，对，讲清楚，拦住，对，没错。那这种的仙人掌呢，刚刚说到了会流，我们看白白的。你看它表面就是它会涂防晒乳，防晒乳，它也有白白的防晒乳。那所以它的原生地就是光线就比较强的地方，所以它喜欢强光一点点。那所以也可以看它的外表去决定你家里可不可以种。比如说我家采光没有说到整天都有照，这个就不适合，就可能没这么好一点点。它这种的话是仙人掌科的，所以它受伤的时候就不会有乳汁了。所以它可以吃，像这样一株，要多少钱？这一个呢，这个快接近万了，接近这个几岁啊？这一颗呢，长成这么大个，快一点点，大概5年左右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样大概多少钱？我就觉得，等一下就回去就有40块，种起来有40块。OK， 仙人掌是不是可以插的就种，对不对？再种起来，等一下就变成一盆3寸盆啊，就是40块。时间久了它也可以变这样，可以。哎呦，那这个嘞？这个呢，它像这个，你可以看到它一节的。哦，有，大概都是1年左右那个色差。它就像年轮一样，所以这个4岁这样，停一下，快速长一下，停一下，所以就是1岁、2岁、3岁、4岁、5岁，对，就大概快年左右，大概可以这样看出来。你们家种仙人掌多久了？为什么到处都有这种30、40岁的仙人掌？我父亲种50几年了。哇塞！所以我这个东西都是从小看到大，给他刺大的，给他刺着长大的。哇，这真的也是就是他们的小孩。对对对，真的真的对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有感情的，保护他、运送他都要很小心。所以我要在这里说声对不起。对，抱歉他受伤，但请把他好好的延续下去，好好的延续，把他种起来回去种。对对对，看到你们都已经种。差不多了嘛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最后一个步骤就是铺化妆沙。化妆沙，对，它会铺在土上面铺面的，这样薄薄的一层做装饰用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。那这个化妆沙它叫做赤玉土，赤玉土，它是来自是土还是沙？它其实是小石头啦，对，然后它是来自日本赤城县的所产的赤玉土，高温烧出来，它是没有菌的。哇，这个就。对，那这个价值就加了一倍。有些人会铺，比如说彩色石头或贝壳沙，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玉土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对，那我简单示范一下。示范一下啊。我们可以先从边边开始，然后就这样子薄薄的一层铺上去，就这样盖住，盖住深色的土就可以。好，不要放太多。就是为了装饰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为了好看，比较整齐。好，这边我可以。好。所以我们才会说土不要填得太满，留1公分，留0.5公分左右。他们就非常贴心，那个放一小层尖角的土，对对对，薄薄的盖住黑色的土就可以敲一敲它。自己发明的技法，没错。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用啊，对吧？我是你又没教我，对对对，没错，你自己想出来的，很厉害，想出了最佳解法。这个赤玉土它可以让你分辨什么时候要浇水，你看一下，因为它浇完水颜色会非常深。深。对，那你浇完水颜色很深，你再给它晒太阳，然后你就观察它颜色又变回像刚刚干干的那种，对，浅浅的颜色，你就知道要浇水。就大概4天到7天。对，大约主要是看你的环境。但是你说强调一次要浇到最深。对，每一次土干了就要浇到土全湿，但我们刚种好不建议浇。
全湿。对，因为怕种的过程中有伤到根，如果你又浇到很湿，根碰到水会烂掉，腐烂。没错，很烂。No。金虎瑞克豆秋胖波波利辣卡列鲁捧花一号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大家都很辛苦，我看到今天又这么热啊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吃个冰凉的香酥的仙人掌冰。哇，耶，紫红色的，留一给我，留一给我，我怕它掉了，要趁凉吃，趁凉吃，凉吃，对，趁凉吃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今天还有准备了我们特制的新研发出来的仙人掌。哇，仙人掌，哇，仙人掌在哪里？这个就是刚那个团扇型的仙人掌，它是可以吃的，不是刚刚有吃那一个，它是金肥的啊，对，金多肉，金多肉，金肥炸的，金多肉，它不是一种病，是不要不要乱取，叶多肉，对，那在墨西哥很多人在调查说，为什么他们能够都这么长寿，因为没有心血管疾病，就是我们的仙人掌其实是有不错的效果。很有用的，不知道仙人掌是这么健康的东西啊。那等一下在路上给你们补给一下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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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因为我们想趁天还没黑之前，赶快去进行下一个打工行程，有没有推荐的地方？附近我知道还有一个专门做鲜渣的一个农场，鲜渣家庄。啊，对，我们今天都是。刚好缘分都弄到仙字辈的，对，仙人掌、仙渣，好的，那我们就去打工一下。好了，那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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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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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好吃哦，卤肉饭，仙人掌卤肉饭，哇，干杯，超香的，干碗，干碗，哇，你看，这就是仙人掌，那个不是豆子吗？这不是豆子，是这个，它会砍丝哎，嗯。胶质，我觉得，勾勾的，它有牵丝，怎么样？啊，很黏很黏啊，超湿，它有一点点那个山药的特性，酸酸的哈，还有点酸酸甜甜的，不知道这是本身的味道还是酸酸的。所以我们刚刚吃仙人掌冰就是酸的，对哈，我真的第一次吃仙人掌饭，卤味还吃过，这次就没了，这味道就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卤肉饭不是会用酸菜。就是那种榨菜或酸菜，可它是用这种东西代替，然后它又有一点绵绵的，跟那个卤肉饭的卤汁的那个口感是有点像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跟酸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它比较解腻一点。对，我正想说这个，就是它比较清甜，清甜，然后你再搭配那个酸酸酸的那个仙人掌，就会比较不会腻。对啊，对，真的不会腻，就是好吃的卤肉饭。这个卤肉饭好吃啊，是好吃的。一碗饭来得很及时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就会有一种犒赏自己。对对对对对，应付等一下的鲜渣，好吗？我觉得打工换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开心。有一个大哥。下去问一问，好，走，这是老板吗？大哥你好，哎，大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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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们刚刚得知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鲜渣，对，该不会这个就是晒的鲜渣干？哦，鲜渣干呐，渣，对，鲜渣干，鲜渣就是椒来啊，做糖葫芦的，对，哦，做糖葫芦的，哎，是鲜渣。然后这个摘下来之后，就是要在这边这样晒啊，对，晒五到七天。然后用这个太阳跟九降风，就东北季风比较干燥的晒五到七天，是哦，来看看吧，这怎么晒？哎，这个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煮茶，然后煮茶喝，摘下来把那个地头剪下来，再把它切片晒干。哦，这是用来煮茶的一种做法。对，因为它水果有产季嘛，对，我们把它采下来，再把它加工，哎，蛮好吃的。加工之后变成水果干，就把原物料保存起来。就可以一年到头都。都可以用啊，就可以做鲜渣一系列的，酸酸的，然后有个香味，蛮清香的，酸甜酸甜。因为我们想要趁那个天黑之前，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来为您做一些事情，
打工，打工打个工好吗？嗯，那我们到果园来去采鲜渣。好，采鲜渣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麻烦大哥带我们去。OK， 好好好，出发。嗯，往这边，已经特别凉，对不对？凉凉凉凉凉。就下来了哦，用那个凹槽去抓它，嗯，对，用凹槽去抓，哇，就把它踩下来了。哎，这个成熟的，哦，其实有点大颗哎，这么大颗才是成熟哦。所以说第一批应该要这么大颗，对，它成熟的话颜色会金黄色，表面会比较光滑。哦，来比较一下，对对对，这个是鲜渣，对，这个是鲜渣，水泥怎么分啊？你最好分的是看它的哪一支嫁接点嫁接长上去的。那个是最正确的，问题是我们不会看呐，要这么大才行。我不知道啊，但我怕是水泥。这水泥吗？那个是水泥。我慢慢找到一个规律。No， 不就刚好都是水泥。这两个除了 size 之外，其实外表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我来看看，哪个是水泥？这是水泥啊。这是水泥，这是鲜渣。是鲜渣还是水泥？我觉得你们等一下会不断的听到，这是鲜渣还是水泥？变成一个很魔性的对白。对，这是鲜渣，对，这个鲜渣，这个是水泥。水泥的就是这边的屁股会比较凸出来一点，那鲜渣会凹进去。对对对，不太一样。鲜渣好像比较有亮，这是鲜渣吗？这是水泥，这个是水泥。啊，我错了，都会亮，都会亮。我先拿这个来比较，你们等一下去参考一下。OK， 就你看，鲜渣它是凹进去。但水泥的话，这感觉比较凸出来一点，大概的分辨。我现在也对，这应该是鲜渣喽。哎，那个对，这个鲜渣，哎，这个鲜渣，没错是鲜渣。好的，好，开始吧。大概知道了。踩之前先看清楚啊，先看清楚。那分头踩啊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边。好好好，那我在这边。好，我要测试一下到底，这个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就对了。来，齐军一起来吧。好，但是被我勾下来了。这个是哇，你有一颗。感觉就比较圆呐，比较光滑。对，光滑。这个梗啊，也比较细。哦，比较细。水泥的那个梗比较粗，鲜渣的比较细，差真的蛮多的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差很多。差蛮多。这个是鲜渣，鲜渣，水泥。所以我这个也是水泥，感觉是。水泥。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，我踩的是鲜渣，对，表面光滑还是水泥啊？鲜渣粗的，专业粗的，知道哪里嫁接出去。OK， 对，但是我们这样摘下来，我觉得最靠谱的是那个大哥讲的，看他的那个表面光滑，对，表面光滑，而且看他嫁接点，因为周大哥是专业的，所以他知道哪里是嫁接出去的。对，但是我们这样摘下来，其实基本上梗很细的话，就是鲜渣。我想要找稍微 size 大一点的，感觉比较成熟的。哦，我头上有，我觉得。这个水泥。这个这个。哇，好像找到鲜渣。哎，好多。你确定？一整串的。哇，那个一整串的很漂亮哦。对啊。我好像找到鲜渣了。哎呦，你确定？是吗？表面光滑，表面光滑，它下面带凹，哎，这有凹也凸哎，哇！大哥，我就问你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是鲜渣对不对？哎，那小这是水泥。哎，发现了水泥，你看，水泥长这样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水泥差不多长这个样子。哦，其实应该看这个就好了。哦，我还找那么久，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找。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跑错地方，找鲜渣的牌子。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清楚到底摘的对不对。有了有了，可能是一格而已哦。好大哦，这么高的，猜猜看。肯定是啦，这是鲜渣哦，这好漂亮。熟的啊，漂亮，对不对？
你们好顺利哦。我们这样不行啊，我们好像是采了真的一颗鲜楂。没有，他们负责采鲜楂，我们负责采。我们采水梨哦，我误会了。像你看到屁股，这个都是水梨。哦，这个都是水梨。那这块感觉都是水梨，但不是啊，你看这个就是鲜楂，对吧？凹的细的梗，然后它屁股是凹进去的。哦，只是这个不够大。对，这不够大，有没采啊？哦，这个呢？来，我考你一下。这个很大，是什么？这个你先摸它，摸它。对，没关系，你看这个是鲜楂还是水梨？这应该是水梨。对，水梨。OK， 它的有没有？这边是它是有一点凸出来的，这个是好像是伤害，可是它的梗是粗的。会了哈。OK OK， 这是人生第一颗，我也发现了鲜楂，是吧，大哥？那个鲜楂没错。啊，终于！哇，原来我们少的是大哥了。还不够，哇！找到了，但不能采。我终于找到鲜楂了，我有点吃醋了。梗是细的，我也要去。肚脐是凹的，有点光滑。OK， 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再一颗，好，收工。现在我领先你，我不跟他们比了，我跟你比。跟我比啊，这压力很大哎。那已经看不到车尾灯了。你只换一颗鲜楂。我现在真的命中率100%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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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会是水梨。哎，这个很漂亮的。这是没有大哥跟我讲的哦，我自己去挖掘的。鲜楂。鲜楂。哇，鲜楂就是。啊，我怎么拉两颗都烂了？哎，我跟鲜楂完全没有缘哎。好吧。我两颗。施肥。我跟他好像也没有很友好，慢慢慢慢学一下，我们有点不熟。采好的鲜楂哦，这个是要经过把地头剪下来切片晒干。那晒好之后，我们就要做鲜楂焗肉的 DIY， 也可以做那个鲜楂干的果干。又有两项任务了。OK， 肉跟果干。好，哎，我们要拿那个长工具啊，对对对，还有我们的桶子，另外一桶。天黑了，对。肉切。周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麻烦你教我们了哈。那我们开始各别各自带开。我们开始了，好。那我们这个果干就要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鲜楂干。这是切片的鲜楂干。切片鲜楂干，晒干的鲜楂干。哦，这是太阳晒干的切片鲜楂干。然后它还有放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洛神。洛神。啊，洛神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洛神的。要加一点水。对，加一点水。好的，给它熬煮。好，那我就这个比例放下去。对，糖跟话梅，好，好，然后去搅一搅。齐君爱做菜吗？我喜欢自己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算是暖男型，做给女朋友吃。我大部分都是做给自己吃。那你可以学一学啊，回去秀一下，这个女生一定很喜欢吃那种鲜楂，有没有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？对对对。所以大姐这边在这边从事这个鲜楂事业，从事了多久了？大概从爸爸开始，他是原先是先。水梨，对，啊，新埔水梨，后来就是那时候的通路，好，因为通路的关系，后来才改嫁接鲜楂，对，啊，因为鲜楂的保存容易保存，要后置啦，是，以前的新埔水梨它没有不好保存，嗯，好，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做加工品，嗯，那所以我们后来爸爸就把它改嫁接回鲜楂，啊，鲜楂的话我们就把它切片晒干，对，然后因为它是一年一季，然后我们整年可以用这个产品来做。我刚刚进来有看到一些风干的鲜楂干，对对对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周边的，周边的，像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鲜楂那个丸呐，哎，鲜楂饼，就是用这种来做。把鲜楂干放下去，就是水，开水吗？水，打开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全部吗？对，全部。这个是洗好的鲜楂干。OK OK。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啊，大哥？它这个600cc，然后一碗这个比例，对，配一碗。600cc 的水，这个对，配这个也可以。好，然后盖上，让它水煮开，煮开之后哈，让它焖个三分钟。那我关了一下，让它焖一下。好，关火。
像我们也把入菜啊，那个鸡汤、排骨汤啊，先炸鸡火锅，会带一个先炸鸡乌龙面，鲜味在里面、啊。对对对，它会吸油，肉比较快熟。大哥应该很会煮饭，养生很健康啊。像现在这个是已经可以吃的吗？直接也可以，也可以吃，也可以吃啊。对，我想吃看，因为现在加了那个糖跟梅子，我想尝一口。但尽量不要碰到筷子就好。没有没有碰到，对对，好不好吃？蛮好吃的。对，我们用手拿就好。对，它的那个口感已经不一样了，它已经被煮软了。有点地瓜的味道，你们甜甜的，甜，这好像。其实它本身纤维质也比较高。对，好吃多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大哥直接给我吃那个煎炸太酸了，就把它蜜到收汁，就让我想起了，比如说感冒的时候，你去炖那个温水梨。哦，对，有没有放一点冰糖？冰糖水梨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类似的做法。水梨跟鲜渣是同样的，在一个树上对做，它一样这样做法，其实更你是以后你回到你刚刚说女朋友的话题，人家说人家都有帮你做过冰糖雪吗？我帮你做的是冰糖鲜渣，有没有爱你？是不是爱你？对，得分加分加分。来，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很好？对，获得很多知识。对，我们做点不一样的给你。嗯，这个厉害。很香啊，现在很香，真的很香，而且还有那个洛神的香气。你有看过这种洛神吗？没有哎。它那个是什么洛神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听指教。白洛神。白洛神是一般是什么颜色？红洛神是红色，对，红色，因为你放下去的话，就是会抢它的颜色。对，哦，那它的白洛神它就是只取其味，味道，不抢其色。对，没错。那像这样还要熬煮多久？要把它把液体收干，收干哦，那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十几二十分钟跑不掉。对，要小火了，也不能火太大。火不能太大，不错。我觉得齐君是勤劳的人，不停的搅拌。对，因为我怕他烧焦。你累了可以跟我说。好累了。早知道就不问你。早知道不问，是不是？现在大概三分钟了。三分钟可以把它倒到平底锅。好，全部倒下去。这个就再加那个橘肉粉，慢慢的加。是不是加的时候要搅拌？对对对，不要让它结成一整块，让它均匀。像这种全部加吗？对，全部，这个比例都配好，算好了，哎，都算好的。哇，其实挺多的，而且它很香哎，其实它有一个，对对对，它有加一点冰糖，茶香。哦，你里面还有加一点冰糖，对对对，哦，冰糖的提味。OK， 搅拌均匀了，哎，再加热一下。那要加热的时候稍微搅拌一下。不要让它沉淀，对，好，让它均匀。因为我们刚刚在做那个米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哎，有经验喽，你那个九层糕嘛。对，我现在对这种东西都有点。不错，可以做甜点吃。已经有概念。多久？大概六到八个小时。六到八个小时，那隔天才能吃啦。对，所以这个低温呐，低温烘干。您慢慢在里面享受啊，享受烘干。对。然后我现在就分装上去。对对对。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鲜渣蒟蒻冻完成。让我们拿起手中的饮料，敬一下两位，谢谢周大哥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镇店之宝，谢谢，教了我们这个鲜渣果干的做法，对，还有那个鲜渣蒟蒻冻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是鲜渣柠檬饮，很好喝，有，那我跟那个肯纳的是金柑，金柑柠檬，金枣，对。喝一点，好喝哎，可以喝到那个陈皮在里面，很香，清香，这个好消暑哦。哦，这个对了，对，配一下我们刚刚做的鲜渣干，好，这个是要等八个小时之后，但是真的没办法等。这个是太阳晒的，这个是蜜过的，蜜过的。那我先吃个蜜的啊。齐君拿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鲜渣绿豆糕，你是您做的吗？对对，我们纯手工做的。你是什么？我跟你一样哦。它的裹面很漂亮哎，里面糖也没有放很多，很健康。有一点点入口即化，但又带一点沙沙的口感，很舒服，很绵密。这个你们刚刚做的？对对对。
但好弱，好清澈哦。对啊，很漂亮。而且这个刚好像我的状态是，没有完全沉在那个水底，它是飘在中间的。空中是怎么弄的？哦，对啊，大哥，飘在中间怎么用的？我们刚刚都沉到下面，看缘分是吧？看他想不想浮起来。他快要接的时候再放下去。哦，还没完全凝固就放进去了。掌握它的时间两个阶段。我的是浮在中间，那是更漂亮。这个吃进去很舒服，尤其是夏天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，吃这个就等于是在吃夏天的味道。有有有有有，而且这个刚好又是太阳晒的，所以真的就是太阳的味道，真的。有，里面有太阳的味道。哎，吃完这个整个是开胃，对，肚子饿了，有点饿了，有点饿了。今天很谢谢你们帮我们，去采鲜渣，然后做这个 DIY。我也不客气，谢谢大哥。前面就有一家很有名的刘家焖鸡，我们就刘家焖鸡，焖鸡啊，焖鸡我们也是，焖鸡好吃吗，大姐？远近驰名，远近驰名，好，哇，太棒了，你们两个挂保证，那我们就可以。OK， 安心的过去了。好，这次再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姐，谢谢。家庄做鲜渣，然后那个周大姐啊，就给我们推荐了，是说这个是远近驰名的焖鸡，是是，所以我们就立刻下来，欢迎欢迎，在旁边，请你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为什么那么厉害。因为哈，我们就用炭火柴烧，所以哈，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到皮酥，哇，这么内软啊，酥酥上上上的，皮酥肉嫩，汁多，哎，这汤汁汁很多，下面对对，几乎是灌满的。对它这个汤汁哈，你看，哇，这个雕崩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哇，鸡油，对对，是不是？鸡精油，鸡精，对，鸡精，你看精华都在下面，是是是，我就是冲这只鸡来的。没错，没错，这两天就是不断的在流口水，都在吃好吃的。对啊，真的，快到节目的尾声，一定要好吃吃一点。没错，没错。看大哥都已经全副武装了，就麻烦你帮我 OK OK 肢解一下。好好好。所谓的焖鸡是你烤完了再焖吗？没有，是把焖煮熟，生的就放进去焖到熟。哦，是焖熟，但是到最后哈，我们最后一道哈。要用猛火，就是我们焖出来鸡油，上去给它冲刺，差不多三五分钟，它皮马上就这样，就上外面了。是是是，鸡油在最后面，把它温度急速拉升，从锅外，锅外的高温啊，气炸锅的感觉，一下把它温度就拉高起来，然后这个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独特的胡椒盐，也是自己调，对对，这个五六种是去调哎，哇，五六种，然后我们再加点汤汁，哇，这个有点哦，哇哇哇哇哇，有没有脆？哇，哎，我听得到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，你看，马上满足感就来了。那我们可以开动了，可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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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吃，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旁边的一些你这次种的野菜是吗？我们的三宝，焖笋，焖笋，奋起湖的教高笋，这个是水莲，水莲不是爱吃，我爱吃，来水莲，水莲来一下，脆脆的。我很喜欢水莲跟龙须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菜。再过来这个地瓜叶是我们自己后山的，然后我们的食物链。我们的鸡，它的肥料，我们就给它灌溉这个。哎呦！再过来，我们这个我的三宝，焖鸡。哦，哎，焖鸡第一宝。焖笋。焖笋。焖笋。香酥豆腐卷。哦。香酥豆腐卷哟。这个手工材料，这个师傅包的。哎，尝一下啊。对对对，嘿。自己享用。好好 ，OK OK， 好。嗯。哦，里面有美乃滋。里面这个是满满的豆腐吧？对，这是豆腐。嫩豆腐，你看一整块哎。这是美乃滋吗？对啊，这个白色的酱，秘密，秘密，好，特殊酱料，是是是是，这个很厉害，豆皮，豆皮再包豆腐，这样子的，它有肉松的味道，这个都现包的，再下去炸，对，第三宝，
香菜很加分哎，我不知道香菜跟豆腐可以这么合。对吧？吃下去哦，就牛肉豆腐非常好，我是今天才发现。最后一餐酱吃起来还可以，还算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赶快多吃一下。像我们刚刚吃完鲜虾开胃，现在一定可以吃更多。完美的最后两个行程。你感觉好像有点饿，你继续吃。我先让齐军。这两天第一次看你把筷子跟碗拿起来，真的哎，完全没讲话，一直吃一吃。这个很认真在吃。因为都很多喜欢吃的笋子啊、地瓜叶啊、鸡肉啊、这个汤尾啊，对，嘴莲也是。之前是怎么吃的？他蛮饕客的，对，蛮是。第一天在采玉兰花的时候，他一看桌上的菜，他全部就是都可以讲得出来。哎，真的真的，爱吃爱吃爱吃，是了解吃。哎，齐军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天夜的感想。哇，其实我觉得有点改变我的心态跟概念，把金钱抽离人与人的关系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事情。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我们是很温暖的，我们可以用互相帮助的方法，然后互惠于彼此。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，而且又在当中。又做了一堆，我这一次当中应该不会再做第二次的事情。对对对，就是学到了，光两天我就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，甚至是技能，技能也多了。筷子，有谁可以回家然后跟我说他会自己做煮的吗？没有，不可能。而且你做得很好哎，对，做得很工整。对啊，有谁可以跟我说，好，我是爬了三楼去摘玉兰花？哎。对，只要你就他可以、啊，我们俩可以再可以回去说话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经验。像昨天晚上有跟一哥聊，其实我们拍戏常常在同一个景，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这样拍。可是出外景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我可以真的从心底说，这会是很难很难忘记的一趟旅程。对，这会是很深刻、很深刻的。我们非常由衷的希望，开心的来这个节目，绝对绝对满满的回忆回去。以后有再邀请，我绝对是很乐意再来。这次表现我觉得蛮好的，可以。他很 OK， 他做什么其实都很快就上手了。对，开心可以来，谢谢谢谢。第二棒吃完了吗？讲完再继续吃。OK， 漂亮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阐述一下这两天的感觉。这两天啊，就我觉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，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真的大开眼界，看了好多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玉兰花那样摘的。现在可能我如果在路上啊看到那些伯伯叔叔他们可能在卖，我就会知道哦，大概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，来源。对对对。然后好比今天也去看了那个鲜虾跟水泥，对对对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超级挫折的，因为我和可纳疯狂的拿到水泥，然后每一个都说这一定就是鲜虾，然后就是水泥，水泥，差点崩溃，到最后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，一直说那个是粗的，那个是粗的，好，可是就真的很好玩，而且吃了好多菜哦，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受照顾。就我觉得这件事很棒，就每次打工的时候都是就大家玩得很开心，然后用全力在做那件事情，然后结束之后好像有个犒赏，然后得到这个劳力报酬所换来的东西，吃起来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觉得值得。而且这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是四个大男生，就多了一份热血，我觉得。我也是觉得这是有一些化学效应，对，还不错，机会来宾。对对。因为分组的话，一个人会比较 lonely， 会有那么一点点。二对二其实有一种竞争的感觉，永远都有一个伴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。但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位，我的感觉是很棒，因为不会去计较什么东西，就是来体验，真的，对啊，然后放心的把自己丢下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做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对，就虽然鲜虾跟水泥在我看起来觉得明明很好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是分不出来，怎么又开枪？没有，我也有通过一些，因为每个人有强有弱，对对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去输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节目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收获，是，最后再谢谢两位，不不，谢谢一哥，谢谢可纳，谢谢，其实我们只是跟镜头做个道别，你们还可以继续吃的，没问题，好，朋友说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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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